市府、林府、秘书长开咱各局处单位主管。新闻媒体各位好朋友，咱本会王俊潭议员开各位同仁。电视机前咱关心市政，所有乡亲长辈时段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是咱十二月初六日，星期二，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26次会议。咱市府李秘书长请假，由着咱的林燕山副秘书长来代理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委咱的汪主委，由着咱的副主委总江副主委来代理。咱上午今仔日上午议程是市政总质询，每人质询时间50分钟。今仔日质询的议员顺序，由着王俊潭议员、李退之议员、林志展议员。首先，咱就由王俊潭议员做50分钟市政总质询。王议员，请。喂，台湾主席、罗议长、咱的秘书长、咱市副、咱的市长、咱副秘书长、咱这一级主管。咱家新闻媒体的好朋友，大家高赞，大家好。我真含慢讲话，但是呢，我做人真实在。首先，谈嘛，要先感谢咱大台南市这些好朋友关心谈嘛者，啊嘛先甲咱抱歉，甲台南市民。为一个拍摄一个感谢因，市长，我21个月无做，山区有哪无叫空转去？你有哪真关心咱山区？咱遐区长，甲咱遐里长所建言的。咱政府、市府内面的团队，拢有甲咱斗落力、斗三工。这21个月来，我知影议长、甲市长，你受的委屈，他妈，什么友谊，你不足，会当甲恁斗三工的奈，家己暗暗底下替恁讲。足可怜的，为着他妈的代志，互恁遮尔辛苦。首先，伫这个舞台，他妈个人，嘛要甲咱的蔡市长谢谢，甲咱的议长谢谢，尤其，搁咱迄个郭国文，咱劳工处、劳工部的处长郭国文谢谢。在他妈当咧困难的时阵，恁三个甲他妈斗三工，只有借这个舞台，感谢恁三个，多谢恁。再来要感谢什么人？感谢咱的蔡主席，咱的蔡总统、蔡英文，真关心他妈这件案件。尾啊，出来的正义。我有那个福报，有咱这个好朋友，甲他妈斗关心斗三工，我才会当去站这个舞台来讲话。而且也真感谢咱这一级主管对他妈疼惜。我虽然21个月无做，我每次做的质询，天拢头第6-7件嘛。啊！这21个月无做，拄啊带台，拄啊头尾甲2冬。市长，即下我提案有较侪点啊！啊，我若需要，互咱这一级主管回答的时阵，恁大家回答。啊，若无，我留头15分，留头15分，互咱的市长来回答。安尼好哦。来，第一件，第一案，
咱药剂迄个医权放伫遐，但是呢，咱的兴南的，咱的绿色公车，若要过要坐头的时阵，考一年考袂出来，车阁真济。咱若麻烦咱民政局这边会当规规划好势。咱公所、区公所后壁边个停车场，遐较停较侪车，遐阁会当头予咱退头三米入去。包括咱个分局迄个宿舍，遐若阁救两米入去，迄个医权就足大啊！迄个医权。要一个老人住伫遐，真可怜。伊甲我定来甲我讲，讲阿谭，你做议员是做哪个？迄个医权，迄个老人嘛，甲阮带倒来后，互规家，互伊较困难，免住啊吹风曝日。麻烦咱民政局的，咱的局长，你甲阮注意处理一下，咱来做一个意向。咱玉清出山山啊嘛，暗时那经过了十点的时阵，遐真暗，遐真暗。有当时老人徛在啊，人来约过，讲阿头迄人徛在啊，所以麻烦咱市府家甲咱处理一下，和这个动向较好做。啊，这个细节内面我有写伫内底，啊那无。那请咱局长哦，含阮这边哦，稍微参详一下，安尼好哦。来第二点，咱大半年，古台湾传承台湾地方文化不可断嘛。咱这个藤桥是爷爷那时代的时阵。我来做个真好势啊！美中不足的，即摆要去看咧糖厂，无通看咧古迹。上重要的，咱伫几年前，咱嘛有甲文化局长交代过，拜托恁，愿意火迄只火车，甲阮掠转来，安尼好无？甲阮找倒来，局长，你确定啊？搭个回答无要紧啊，因为我提出这案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火车然后倒来会当带动咱山区，会引潮入来，会当入来遮消费，对山区的经济上，也会当搁较好，后来搁过来。第三，咱鹿特产的四块仁肠，真侪空地伫遐，咱的市场的边啊，有一个153号的地号，有咱糖厂的。佮老一个，较早在战争的时阵，讲了一个王公河，爱放伫啊，也无咧使用，干那伫遐块臭尔。迄、那个所在，人爱用起来，咱甲空空好，当初就啊掠一个，遐会当去停几啊十只的车辆。咱市场内底啊，较袂阁挤车，后来阁过来。咱市场车无当去扛，阁包括一块伫底，
伫玉车工厂的后壁边，遐一座水沟啊，但着弄一块空地伫遐，啊，遐阁有住一户厝，遐无人咧住。但是呢，伊大起先住伫遐的时阵，算有占有权。遐来啦，改善了后，咱要入去玉车青青果市场也好，菜市也好，遐车会当阁停几啊百只。有多卖啊，小台车停多啊，较袂即个市场停车无当去停，歪过去抓，麻烦即会当甲阮整理一下，做一个好心啦，好要当停车，毋免得阁用拖。啊，咱第五号案，咱即个市场内底。咱也跟咱的工商，这个陈冰冰，迄个地下，哎呀，阁有迄摊贩，阿拢已经真久啊。暗时啊，阁有咱的水沟，咱的水沟乱。咱的水沟浅浅啊，尔，迄差不多卖几公分尔啦，迄个水根本就流袂出哩。咱这个市场的西侧遐，即阵大乌蠓啊嘛，大乌蠓了，遐吹风曝日，遐新米。咱市府，咱来用一个采光照起来，让遐卖衫仔做生意人，甲入伫遐行路的人，袂去互曝日，袂去互落雨。佫再来，即拢那内底无详细吼，因为我表达较袂晓好。我今日提十几案哦，讲话要讲这讲袂了，所以呢，我讲较紧。咱玉车国中的一头前遐，遐咱的体育馆、甲图书馆拢伫遐。村里遐的地，拢放伫遐荒废伫，是毋是？咱这内面，阮拢有写迄个下伫遐，要伊遐解说，惊解说袂了，遐。阁有放一个咱的环保的车伫遐，啊，环保车安那洗拢有味嘛？是毋是遐环保？来个另外找一个所在，好会当去下。啊，遐来做一个教育的夜馆，光线嘛无够，迄、那个。遐土地会当阁做较好个，规划较好个，予咱玉姐、咱遮老人、遮囡仔会当遐去佚佗。阁再来过，伫咱玉姐个玉中正里一百九线，第一期工程做好啊，第二期工程也做啊，第三期。像这个西尾啊，遮是为咱公务局，咱遮吼会当看甲修缮好，好一条路会当较紧通安尼。咱的第九案，咱的农特产，咱的切割公司。内面，咱是毋来用个电子棚，互人请物件入去了，底棚较紧，请入物件入去了后，迄台车遐会落了后，是毋当
请咱农业局，你会当甲规划，讲物件你落了，虽然落了，你车会当驶出去外口，但是若买出去了呢，咱来学着生活呢。会当咱卖了，生活市场就是安，你卖了，恁车驶出去。卖了，你的车放伫地，有人来贩啊来买，你车甲市条讲，伊就叫三轮车，迄细台车、运搬车，会当够是甲恁塞去对方遐。啊，咱新物车，就内底较袂去放啊侪车，较袂太塞车。这第九案，后来咱第十案，咱梅岭风景区，还有大头百几户，有台湾甲即阵前古早都无自来水啊，水库起伫南西区的后壁面。住伫头前，无水通啊食。迄、那个旧溪坎去到凤兴湾区迄个边仔遐尔，顶悬有百几户无水通食。但是呢，即若要评比，可能歹用。啊，伫遐吹入的人，市长，遐一年当伫遐吹入的。一个观光客将近头尾要到40万人，啊，遐无水通食，啊，有住百几户，这个经费有较侪点啊，但是呢，咱无法度人做一个做。不过呢，迄几个高站，咱来个用分期的。一冬甲做两粒，两冬做两粒，三冬两，搁再两粒就六粒啊。第四冬呢，七粒拄啊做好，遐个水就会通啊。市长，麻烦你来关心一下。咱民政局甲社会局吼，南西市长，咱南西遐有一个立体的停车场，迄敢那下底才几才无两三车的啦，啊面顶呢，面顶无得用，咱是袂遐会当来用2.0的长照。让那些老人不用就在那么远，可以在那里观照，因为现在人都站在外面也少年的，都剩两个公婆老长辈在家，比较没人在照顾，啊，你如果有这个店起来，那也会当用。遐老人够有当行搭，够有人照顾。市长，这可能爱麻烦你哦。都唔是咧惊，但现未起来，你蛮认为较济啊哩。市长，那讲话是，市长恁听好一下哦。咱南西市场真正有够歹的歹啊！内面设备，迄种自古早我出世就开始有咧菜市啊，甲即阵嘛搁咧菜市啊，啊，甲即阵囥甲内面一挂遐铁柱、遐条啊，遐是袂当顶甲做做的，顶甲规规划也好。王局长，这敢那有较像恁的款哦？
哦，啊，恁去甲巡看卖咧，啊，看遐免啊来下，免来整顿迄个市场，哦，好势。自然，这件哈大件，咱做店做店区，要一个地号名，啊，做学下来。你若每一届做大水做风台，遐个人有够可怜。咱一百零三年的时阵。咱的团队都已经回勘了啊！一百零三年，一百零四年，一百零五年，搁再回勘。哎呀，百姓，遐里面议员。你要回款几届啦？啊，是要做无啦？市长，遐落做洪台、落大淹水的时阵，遐个人袂当出入偌久，可能头一礼拜，也袂当入去用个食。啊，遐个人要食也袂当出来，这个心意，会当甲咱关心一下。要紧，开跟恁做，啊！感谢恁，处长。咱个做顶桥已经做好啊，啊，通车变得好啊。要过迄两个，即阵啊，多啊咧时间，我会定去巡，定去看。啊，咱遐百姓讲议员，恁有股东的款哦，无你才定得来。因为咱争取了。定去看嘛，有代志呢。啊，无去看，讲啦，讲无咧行较到。咱会定去看，是要甲监督，是要偷工减料了，啊，做有好势无？这个困难度，其中你可能有哪拄着？咱去甲关心，讲咱有沟通，讲无你来定来咧看。啊！咱怎啊放在古仔讲？啊！你拢无咧行下到，咱会去甲巡，去甲看，是咧讲安怎呢？看伊做了有好势无？啊！看咱的百姓的需求需要啥物嘢？咱咧做桥的时阵，边啊够热啊嘛？看人老了有好势无？人因为够往爱做事，所以咱会定期啊关心。所以这我那真为难。啊！感谢咱市政府，咱的市长有迄个北塘，有迄个想法，还当过来通迄条桥做啊，搁通车，迄两条桥搁咧做啊，从鹅啊来接咧。麻烦处长，你也讲注意一下。这个化石馆园区也真感谢咱市长。你谈吗？那四年每年的时阵，你搁伫山区建两个园区内，借这个机会嘛，代表这些百姓。我在里面跟你说下，这个化石馆园区，甲玉井大坝的园区，啊，这个化石馆园区，公告了真好，公告了有行，但是这经费，敢那讲了，拢阿未啥第二期，佫阿未去下，拢阿无推动，阿无进度，阿无哪个。无人肯定啊，市长，你到这一个讲答复，这十四案，啊来第十五案呢？咱做阵农会
我伫教会伫派出所的头前，迄个较早是咱做电农会的龙德山的仓库，即摆放伫遐关门啊。像咱市长咧讲，即、這个长照 2.0 的经营，是毋是讲迄个厝啦，迄、那个空地伫遐关门啊，地来甲整理你的做阵，因为拢老大人伫厝较济，少年的要回来，拢头啊一个月。一礼拜回来一抓，休假的时才回来呢，无当走。遐来个像咱那长照吼，咱个用好势，遐有全面人伫遐嘿，咱就一个只老人长辈会行去遐佚佗，啊，嘛会当照顾，互伊个身体那运动，咱个用好。这里面的细节里面都有写，啊，我来去讲咧，拄啊差不多讲三件咧，就了啊，时间就到啊。我来第十六案，咱环保局，咱做阵要注意一下，咱即摆拄啊偏六个人，三台车。啊，收遐宽，人无够嘛。那收遐高，收遐宽啦，遐人拢堆出去，内面拄啊欠空尔。完，你看咧，等下来解释我紧。我先讲讲我的时间来留予恁，无这遮济吼，恁会讲袂了。啊，是咪爱甲阮增加一两个遐人啦？无，拢总出来是欠空尔。内面若有代志，拄啊要去找的时阵，无半个人伫遐听电话，嘛无半个人伫遐照顾。好啊，这件，这上大件，咱公务局局长，我之前做四当啊，伫对呢，伫南化到左镇，这五六公里，这比咱的高速公路佫较久，我拢老反应。搭坐一站啦，有反应搭坐一站啦。这个西部甲中溪段，这头一公里嘛，讲在讲，啊讲遮久啊，讲几啊冬啊，甲即阵可能无啥物消息，也无啥物经营。这条路。那六公里在做，应该高速公路做两条啊啦，山线的、中线啊、海线嘛做好啊。我逐当都提案，逐当都建议。这虽然是咱遮管较袂着，咱中央的经费较济，是毋是吼？咱请咱局长，你若当然注意一下，因为这条路若做。西部甲中溪一抓，路啊细条，但是双边、两边拢人个厝，啊，若开厝遐过，可能遐都拢无半户啊，无半户无要紧，遐路要做安尼嘛无够宽，所以呢，遐路是听讲要到西部迄条街路面。西部里迄条街路面，会后壁平遐嘛？是咪？会当较紧个，较紧甲阮动工，啊，较紧甲阮做。朱局长，你对这做了解？啊，无用你看咱来解说，无我只平变坏了袂，安那无点咪搞安尼？我讲要留几十分哦，咱来市长。咱水利局局长，这件问题吼，
阮私底下，我拢含去追资源局讲过，我拢找我的团队，咱后摆啊，水库要甲阮回馈少嘛，啊，咱协调了后，又咧讲若要搁客，要请五年的时阵，要客啊土的时阵。又要留十块，予咱地方算回馈就对了啦。要甲咱弥补，看对损失的爱加减啊，甲咱斗做。恁说你局长，你这个吼、哦，注意一下哈。这咱已经去讲好啊，啊恁不该发火的。后摆啊，那底下请一年的时阵，啊，甲回了乞讨的时阵。咱有一桶的八十块人，哈。市长，我的落选拄啊查你遮，这个19号案呢？人进前的议长，你有哪听好哦？进前的议长有表决过哦。水源水质保护区有交代讲，叫阮103年12月31日，大家带出单棒炮，予阮遐个里民，大家拢去买炮，买偌济呢？整个规个台湾的炮拢甲买转来，整个台湾有滴买炮，阮遐个乡亲，阮遐个里民，全部拢买转来。要当个干呐？予咱环保局个开红单呢？为个兼无收益？水源水质保护区讲要改变，市长，咱那就会跟你讲，咱拼个讲看会当缩编未？结果人伊讲会当改变，但是咱缩编免哪用？就这个山上这个南河苑，山上区这个南河苑，来个用了有南科，火力工厂用水的，啊，咱要吃呢，咱台南市遐一水库要吃，应该拢无问题嘛。用了有咱的民生用水很吃。啊！那遐南科工厂用水诶，用南河淹诶，安尼，市长，咱共同来拍拼，看会当来缩编未？啊，搁有一点，国有财产局诶土地，财政局局长。迄国有诶，敢会当登记予阮，予阮厝买卖？你是讲国有诶土地嘿？你要改？我要改买。啊，假使讲爱，迄个一般是你爱改承租啦。哦，爱当承租呢？嘿，啊，搁爱建地啦，吼。好安尼哦，安尼我知啊。当基础诶啦，好。这一张，这有咱顶任诶议长决过哦。一直我咧拢讲安尼嘛，阁有财产叫我土地当登记，互恁自买卖。来，有哪个决一件较重要诶？这可能全国性诶，进山区为着这个议题，差甲真严重。即阵服务案件，王俊潭诶服务案件。敢若南西区，袂记哩，一里多啊，都300个服务案件，何况阮山区四区，卖变哪处理？林班地，阁继续予咱租用，但是呢，较早毋是安尼。
较早恁来骑，我要去坐哦，骑到，恁无叫我工作处呢，就我那来好好的坐哦。啊，实在唔知影，咱甲坐哦一届嘛，咱实际上是做头啊十家。啊，较早的人较善，无是呾交这坐哦金嘛。啊，做十家，怎去啊交一届坐哦金尔？惨嘛！即摆今年度甲明年度要阁换约，阁换约是安那？伊本人会去看，啊，本人去看的时阵，就伫做头十家嘛。唔过呢？咱干那个做议会这地呢？咱台南市政府还无个做呢？安尼变哇？遐拢全部收当去，所以甲鼓起来。市长，南西发生一件，交因发生一件土石流啊！因人个是从古早来做到即阵哦，土地嘛无放，遐山去甲鼓起来。夭壽咧，人生怎比就拖一个流啦？我本人去看，拖一个流走了后，共忝啊跟著人个厝，迄条狗嘛拢袂当过，我阁用着撩啊规身躯，阁去遐看啊，嗯，啊遐迄地块骨甲光光，听讲林务局个旧个，南西伫个山区哩，本来即种青山嘛。避开的土石流，这嘛嘛免来解决。啊，我到今嘛阁想无，市长你等下等下吼，再甲恁解说一下。我讲要留15分予你嘛，20分予恁讲。啊，不过今嘛剩13分尔，我就甲你87票哈。好，谢谢啊，麻烦拄我讲的兄吼，市长。好，我们请市长给回应。首先恭喜王俊潭议员吼，再次回到议会，为咱台南的发展吼啊地方的建设啊，甲服务乡亲来拍拼。啊，其实过程当中支持你上济，唔是我本人嘛，唔是赖美惠局长嘛，唔是蔡英文总统啊，实在是拢是地方的乡亲，甲台南市市民对正义的坚持啦。哦，这点就是咱台南市的价值。你头拄话说，即阵的范围真宽哈，除了包括玉山、南西、南华、左镇以外，也涵盖交通、文化，啊，佮经济发展，吼，啊，包括长照、空间使用、桥梁改建，范围真宽。那我会请南美请局处长吼，分别甲你报告。啊，不离个呢是头拄话讲，即个水质、水源保护区即个议题。啊，确实是当初是竞选的时阵有一张骗局，啊，有一张骗局，啊，欺骗咱山区的乡亲，认为讲某某人若当选，啊，伊就有法度将水质、水源保护区全部改变，国家任有地会当自由买卖，事实证明，予伊当选，佮予伊做选调议长，结果嘛是同款，有哪是爱回归到原来那王俊潭议员。吼，啊，甲过去赖美惠议长，啊，甲咱台南市政府共同努力个方向，就是缩编啦，吼，只有缩编。啊，你头下提方案，才是正确个做法。那这点呢，台南市政府吼，啊，会阁继续来推动。啊，因为时间个关系，头拄我你关心个这议题，我分别请各局处个局处长甲你说明，吼，多谢。好，我们先请我们的公务局苏局长，针对王俊南议员刚所提的。不过王议员吼，王议员所提起这个玉井的这个圆环吼，伊是道路用地啦吼，啊，现在是做这个圆环的形哦。不过伊是有岔路吼，有岔路，所以假使若要拍掉吼，这款会同公所加交通局吼来看这安尼车辆要安怎疏散吼较好。迄个圆环袂使拍掉，圆环要留下，做些意向起来，好。这样，我来现在研究吼。啊，迄、那个老人甲咱交代讲啦，你嘛，互阮倒来归家，互阮做伙一下。啊，因迄个所在，
暗时啦，差不多十点过吼，拄啊兴南的，咱绿色公车买房车到位了，遐都暗沙沙。我是看你即阵个些工厂啦，吼，无跟这咱来研究看，免怎做改善，吼、哦。啊，伊个问题吼是这个南一八九的第三期吼，即、哦、当然感谢议员甲公所吼，这个土地吼去登到这个同意书。啊！伊这个经费哦，大概是650万啦，吼。这阮一百块两年，当我阮优先来做这个考虑吼。这土地吼，土地拢阮家己变势吼，阮那边家己招招的吼，啊，一分地偌济，一户偌济，啊，拢阮出出的，啊来买下土地，啊，要予路较大条条白。是，因为遐路上矮，一台车要过边，要过线袂当线。差不多四米外啦，吼，差不多四米外左右，吼。啊，上无有哪会当拓宽到六米，吼，那是较遐。谢谢啊。第三种做电桥的方面，吼，做电桥因为第一吼，伊有这个排水这个规划，吼，所以伊若要改建吼，伊的宽度爱提高真高，大概提高差五米，啊，所以经费哦啊较济啦，差不多7000多万。这个吼，阮有哪阮即阵阮也是来考虑、来施工、来处理啦，吼、来兴建。有无要紧？啊，因为中央吼、有黄伟哲、黄立伟，伊有答应讲，因遐要用偌济，啊，咱顶吼市长，即个经费较济点吼，恁来配合一下哈，甲拜托一下。第四吼，就是这台21线吼，确实台21线已经做10几栋了吼，啊，当然当初是最主要是。一条省道吼，伊是咱第二站吼，通到第三线。啊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迄阵当初公共工程委员会吼，伊就咱这个拓宽工程吼，挖土挖较侪，去影响着生态，所以中途那停真久了吼。啊，咧时间的中间，咱是对迄个南化吼，迄、那个第三线迄边做过来，对迄外环先做。啊，今头我剩两标啦，剩两节啦吼，就是这零溪吼到这个四溪遮。啊，零溪到三溪的部分吼，现在是咧施工啊啦吼，咧施工中啊，大概差不多明年吼，不1807年就会好势，1807年。啊，议员所关心的，佮另外迄集三溪到四溪吼，大概是明年初，明年差1802年吼，三月吼，会开工，啊，差1808年或者四月完工，这两集加起来拢总12亿。啊，这是公路局做这个施工的吼，阮来大家追踪，大家督促。啊，这个迄个讲呢，为做电车入面吼，开始伫真咧做。啊，有到迄个南化街路边遐无？即卖做安尼拢有。有安尼有。好，谢谢。南化街路边遐都做外宽啦，遐迄边已经做外宽嘛。哦，南化街啊，伫北边遐做外宽，啊来中阁做两条桥。啊，真尾啊，这头是最后的目标啦。好好。好，接着我们请文化局，针对第二案，是，感谢议员，对咱九八年事件纪念园区非常关心，议员嘛了解讲，这个园区是市长去会勘了确定落来，来完成规个建设安尼吼，拄啊议员特别提起着讲，过去咱玉山糖厂遐有一个366的蒸汽火车头。啊，这个火车头哦，根据阮的了解，伊正是花莲的光复糖厂的对啦。啊，所以咱去年嘛有正式参台糖讨论，希望讲因这个火车头会当要刷转来咱玉山糖厂。不过因进啦吼，因进就是讲，伊个部分已经是因糖厂列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甲资产啦。所以因本来是讲要提一个另外一个火车头啊，要来咱家扛啦吼。啊，不过要摕来，迄是电力的吼，迄是燃煤的这个火车头，所以迄个部分咱就较无下。啊，不过这个部分，阮会继续而来啊，清楚啦。哦，过去这个玉山糖厂，转来咱家，其实是较合这个历史啦吼，较文化吼。好，好。局长，我无声。局长，我知你辛苦，但是安那？古台湾传世台湾，地方文化不可断嘛。是是。哦，迄个咱地方的文化，就用迄个吸引人客以外，带当下。阿毛，你努力一下。哦，我会继续来努力啦，吼。是。啊，第二件是拄啊，议员啊关心着咱迄个菜鸟化石文化园区目前的进度啦，吼。
啊，这个重大的文化建设，市长拢一定有在督导阮这个建设啦吼。啊，我阿你报告进度真顺利，咱是11月27，咱的第一期的工程的标已经标出去啊，所以12月底会当正式来动土。有关光荣国小要安置学生的部分，咱嘛参农会遐已经拢讨论好势啊，所以学校啊寒假的时阵会当搬过去平。啊，二期的建设的设计表，咱也标出去啊，正啊开始做设计啊，所以规个工程会当讲进度拢非常的顺利啦吼。以上我也议员报告一下呢。好，感谢你。就像安尼讲，我就会当甲咱的里面吼，甲咱的村民吼。讲要安怎啊？进度安怎？啊，无问我，我怎啊？那就一到安尼，我袂晓讲诶。好。哦，安尼我就知影。继续，咱请警察局、了个农业局，吼、哦，好，请我去请。好，甲议员报告吼，议员建议诶几项啦吼，迄、那个吼目前市场需求诶问题，即、這个要整建诶即个问题吼，啊，其实针对目前市场，咱104年甲105年其实都有去做补强，这个部分嘛，开头都将近要到2000万啦吼。那你讲的建议的西侧这个部分，哎，初步的这个评估吼，差不多要800几万啦吼。那我想我们会考虑吼，明年度或后年度的这个预算的情形，逐年来做一个改善啦吼。这是针对迄个目前市场的部分，甲原则说明。另外，用咧建议讲迄个门岭吼，迄个无自来水的问题啦吼。啊，这个部分其实迄个伫迄个10月13已经去做现场的这个勘查哈，啊，当然这个经费可能负担的经费较侪啦吼，总共爱4000几万，啊，佫有几个加站佫配水处的这个费用，啊，拄仔用咧建议讲是毋是让分段啦吼，啊，当然是希望讲吼会当一处做伙做，啊，如果能够分段的部分，咱会甲自来水公司的建议是毋是让采分段的方式，啊，不过吼如果能够要一次完成。咱希望讲会当透过咱台南市的这个立委吼，如果能够申请所谓的专案补助，哦，所谓先公庙安尼吼专案补助，那这样子其实会速度会比较快。那我想我们会来努力，希望把咱每年这个风景区这个无自来水的问题做一个解决啦吼。啊，当然嘛爱拜托吼议员这边会当斗三工，会当讲哦透过立委这边也啊会当向中央来共同来争取啦吼。那议员佫有咧讲迄个吼南西市场要改建的问题吼，南西市场一个0204、0206迄个部迄个跌宕的时阵，有哪有派去吼？啊，这个部咱有开吼投了将近700万，所以它整个那个补强的工程已经完成，等于讲基本上也安全结构上是没问题。啊，不过咱未来咱若讲要改建的部分，咱未来市场咱是朝着就是前摊位式的方式去做改建。哦，啊，目前其实有50几位是迄个店铺吼，啊，剩的是摊位吼，啊，所以能不能说目前朝着这个改建的方式去做规划？哦，当然这个部分可能要跟摊商哥做一个了解，那我们会吼看你的意愿那样，那我们再做整体的评估，哦，然后再朝着未来的方向去做处理。局长，感谢你。啊，若假使有啥物拄着困难啊，要协调的时候，你甲阮通知一下。我们还是要跟摊商去沟通啦，看他有没有这个意愿。哦，当然，咱希望讲吼，伊进一部分，当然，迄个所在有一部分是吼，虽然百分之百拢有出租，但是有一部分还是没有营业的吼，一部分还不咧营业，所以它整个状况还是要去做整体的规划，才有办法再处理哈，跟议员做说明。好，谢谢。接着，请农业局许局长。多谢王议员哈，关心玉井咱这个交易市场的这个嘅代志啦，吼。第一件就是讲，咱迄个公司头交易场对面迄个土地，迄个是住宅区啦，吼。面积大概有1200几平方公尺，大概是分二地啦，吼。啊，已经停差不多大货车二十台。啊，即摆现主席是台糖公司所有。啊，即个吼，阮正来甲公司这边遮。啊，含迄个区公所叫伊出来认养，吼、哦，该认养以后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才来作为迄、那个停车场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工课，阮会来督促来完成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点就是讲，第二个案就是讲龙山公司，吼、哦，啊，希望讲会当导入这个电子交易化，吼、哦，就用电子的来交易，啊，唔通阁讲用过去迄款的磅啊，吼，啊，都要磅，啊来。这个大手机，
啊，大家都对啊担保啊，啊，这个部分哈，啊，咱即摆已经有争取460万的经费，啊，即摆咱即咱今仔日啊，就是今仔日上网去公开征求啊，这个来评选这个优良的厂商，啊，这个系统拢非常已经运作非常的这个普遍啦，吼，都有成熟化。啊，即摆主要就是讲啊，各家系统啊，甲伊导入。咱后日啊的是，包括你的交易都免用手写，拢一切拢加入伫电脑内底，啊，慢慢建立这个收付的制度。嘿，也爱几秒钟后，啊，无线麦克风开啊。局长，好啊，你听我咧讲，我知影有。而且吼。啊，甲咱的议长阁交代一下，啊，迄、那个咱的市长来交代一下。人生万谈无路用，不如认真拍拼过前程。我好刷，谢谢。谢谢哈、哦，感谢咱的王俊潭议员所做的市政总结顺。啊，也阁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有咱民政局，有咱水利局、教育局以及环保局等单位，无法度伫现场一一甲你的答询。啊，希望咱遐其他各局处啊，再用书面或者是私下向咱王俊潭议员来做说明吼，予伊会当向乡亲来交代。咱即马休困到10:30，继续开会。